Welcome. For English, please state one. Others, please state two. Sorry, I did not detect any response. For English, please state one. Others, please state two. Sorry, I did not detect any response. For English, please state. 华语请示一, 其他请示二。 请输入你的个人身份证号码。 谢谢,你的编号是202525。 欢迎你,请稍后,你的专案经理即将抵达。 终于,编号202525, 欢迎。 我姓谢。 叫谢先生可以啦。 谢先生， 我是你的专案经理。 专案经理？ 这里是？ 待会就知道了， 可是现在时间不多， 边走边聊。 啊？ 我们去哪里？ 办公室。 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 你的办公室？ 你的资料都在那里。 我等一下， 现在是什么状况？ 这里是哪里？ 你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开始是比较难接受的，慢慢的就习惯了。快点，时间不多。等一下。又怎么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先进去再说。你先说。先进去。你先说。这里是冥界。什么界？ 冥界，所有死人都会来报道的冥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死了。我死了。嗯，你死了。整人节目。哎呀，对了。哎，镜头在哪里？哦。哎，不要这样啦，被我戳破了就不理我。哎呀，快点啦，我们早点结束，还可以早点回家的。 哇，这次主题做得很彻底哦，还包括了冥界。<笑>快点啦，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的，快点。不可能，不可能。 是比较难接受的，是，如果这不是，那我一定是在做梦。我要快点起来，啊！我快点起来，我不可能死的，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编号202525，你死了，真的死了。 陈圆圆同学你好，网络面试，请准备一段不超过5分钟的小品。你在申请什么 ？Overseas internship。你几时会做这种事的？不是你叫我为我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吗？去哪里？台湾。Porter 有去台湾的 internship。 你觉得这个 email 像是 Porter 里面那些公司会 send 的吗？我自己去找的。怎样自己找？你记得上个月我们不是在 Esplanade 看一个台湾剧团的演出？ 我们不是很喜欢他们的戏吗？回家后我就去 Google 他们，找到了他们的 website， 然后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在找 interns 咯，没有想到我真的拿到嘞。哦，
哎，你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冷淡？亏你还是我第一个分享的对象哎。没有啦，我只是在想，你不觉得去那里奇怪吗？有什么奇怪？就我没有听过人家去台湾 for overseas internship 的，而且为什么要去台湾？新加坡不是比台湾好吗？我听说那里赚的钱很少的。哎，是跟台湾第一大剧团学习耶，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难得吗？而且我去查过了，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外国人，我很有可能是第一个。But 这个会帮助你的 uni admission。去 internship 又不是为了上大学。Then 就讲啦，这么听下来。OK， 我跟你讲，但是你不可以 judge 我啊。我是在想，是不是 A level 过后就直接去剧场工作？那你大学怎么办？就不上喽。你妈让咩？他当然不知道啦。哎呦，所以这次的机会特别重要。我猜啦，如果这次我成功了，他应该比较可能会让。所以我想要用这次的机会来试一试，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本事。But then， 你不要再 But then 了，你快点帮我想，我应该找谁写推荐信？什么推荐信？我去查过了，我想要申请实习奖学金，需要学校的推荐信。哎，你觉得 Miss Go 怎么样 ？Miss Go， 为什么找他？我跟他的关系不错，他应该会帮我啦，吼。他是教数学的嘞，找张老师。啊，我去找陈老师，我是他的 class rep， 他应该会帮我啦，吼。我都说了找张老师，为什么不要找他？没有啦，你觉得他会帮我吗？为什么不会？哎呀，我不敢找他啦。你怕他？不是怕。人只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好，而且我不想要帮他逼我写，你不觉得这样很 awkward 吗？ You think too much 啦，你是我们的戏剧女王嘞，如果你不够好的话，对我们怎么办？而且你在中学赢过多少奖牌，张老师也知道啊。哎呀，我不知道啦。 OK， 朋友一场，我帮你跟张老师讲。不要跟他讲。张老师，妍妍有东西要你帮他写，我还有tuition，先走了。拜拜。什么事？老师，你看，你是申请当他们的实习生？老师，你觉得我这么做好吗？这个决定让你开心吗？嗯，你开心最重要啊。需要我帮什么呢？哦，我想要申请一个实习奖学金。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老师？我帮你写推荐信。怎么了？你找我不是要帮你写推荐信的吗？是，只是我没有想到老师这么快就答应了。我不知道写多少封了，这不难啊。写完之后要交给校长签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可以吗？嗯。哦，对了，你这次考试怎么样？还没有分回来，拿到之后让我知道。哦，我可以问为什么吗？学校有一个新规定，需要把你们的考试成绩跟推荐信一起交给校长。这次考试应该没问题吧？应该吧。那就好，因为每一科一定要及格才会被批准哦。哈。你这次实习多久？一年。一年？那几时开始？还没有确定，但应该是明年一月。你知道大学是七月开学吗？知道啊。所以老师，我想要在剧场工作，你觉得我在剧场工作好吗？我真的很喜欢剧场的世界，每次 CCA 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好像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我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了不起的，老师也替你开心。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没有你一半的坚定。但是啊，你看，你不一定要，你如果想在剧场工作的话，你不一定要这么快就断了所有的后路啊。如果你想要在剧场工作，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再去也不迟啊。但是是妈妈吗？嗯，好啦，时候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圆圆，记得老师说的，人生有时候是需要一个 backup plan 的。
在做什么？哎，回来了。嗯，做手工了。为什么突然在做？还不是因为你明年要读大学了，到时候啊一定要用到钱。你爹爹啊最近开德式赚的钱是越来越少了，还要每天受那些眼睛长在头上的人的气，所以就找一点东西在家里做咯。爹爹又怎么啦？还不是因为他的英文不好，人家说要去长生意，他把人家载到杂果，结果不是被人家讲咯。你呀、啊，又不是不知道你爹爹的那个白灯，讲没有两句就跟人家吵起来了，结果不是被 complain 咯。他也真是的，说对不起不是没有事咯，偏偏他那个鬼脾气。那他现在怎么样了？还好，只是被警告，不然的话，你不用担心，你专心读书就好。我跟你爹爹啊，不管多么辛苦，都一定会供你读完大学的。到时候啊，你爹爹就不用受那些人的气了。你这样做多少钱？哎，这个很好赚哎，这样哦就有五分钱呢。哈，这样多工才五分？五分钱已经很多了。如果每一个手工都可以赚这么多的话，我都不知道有多么开心了。没有读书的人是这样的啦，现在啊连洗厕所的安迪都要会英文呢，不然有谁要请你？还好我的手还算灵活，还可以做这些，你看我一下子就做了这么多了。哦，考试怎么样了？就这样咯。会及格吗？不知道。等你大学毕了业啊，我跟你爹爹就不用这样辛苦了。好了，知道你懂事，不用帮我了，去做功课。哦。米娅，我有东西要跟你商量。你记得我不是跟你讲，我们读完A-level 过后会有七个多月的假期，很多人会去找工作来做吗？你是说那个什么习的啊？实习啊，对，实习、嗯、你说那个实习对你读大学有帮助啊？嗯，那找到了没有？找到了，但是需要去台湾啊。需要去到那么远啊？什么工作？新加坡没有吗？新加坡的没有这么厉害吗？而且是学校派我去的。学校派的啊？学校派的当然比较厉害啦，去，一定要去。嗯，去多久？大概半年。那大学怎么办？老师说大学七月才开学，所以是来得及啦。嗯，可是这样你不是很累？不会啦。那需要多少钱啊？哦，钱你不用担心，我会去申请奖学金的。可是如果申请不到的话，哦，不要紧，到时候妈咪就去想办法。最多不是找我的朋友，叫他拿多一点东西来做了，好吗？咪，谢谢你。傻孩子，跟自己的妈咪说什么谢谢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怎么样哈，我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照顾你跟爹地的，我会让你们为我感到骄傲的。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好了，我先把这些做好的拿给人家、啊。嗯。我是真的死了，一开始是比较难接受的，可是我刚刚还在家里，我还在改学生的文章，怎么可能突然死了呢？人有旦夕祸福，你不是每一次在班上跟你学生这样讲吗？啊，可是这里长得一点都不像冥界，冥界不是应该有牛头马面、啊、刀山火海油锅、啊、还不是你们妖魔化的、啊、那我是怎么死的？你真的不记得？算了，不记得也罢，反正这些都不重要了，忘了吧，下辈子好好做人就可以了。下辈子？你确定我这辈子过完了吗？我才45岁。编号202525，请容许我说最后一遍，你已经死了好吗？没有死不会出现在这里做登记手续，没有死你的资料不会出现在我这里好吗？是职业病啊，
一直碎碎念碎碎念。我是来协助你投胎的，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OK， 好，先让我们核对资料。编号202525，你的职业是？编号202525。喂！哎，你叫我？不然还有谁在发什么白日梦？我有梦过这里。不可能，你们的梦我们是有管制的，什么时候梦到什么？我们是可以决定的，但是为了以防你们产生混乱，我们一定会禁止大家梦到冥界的东西。那我现在会怎么样？你必须完成这里的手续，然后启程。去哪里？投胎。我们时间不多了，不能浪费在这里。投胎？要在第一束光来到之前完成所有的手续。为什么要投胎？有人死就有人生，这样人类才不会灭亡。你现在死了就要赶快去投胎，不然系统会出现问题的。如果我不要投胎呢？没有所谓的不要投胎，在这里的每一个魂魄都要投胎，这是规定。谁的规定？上头的规定。我们没有选择权吗？没有选择权也是好，在这里的每一个魂魄都要选的话，这里会大乱。那我会去哪里？办完手续后，系统会根据你这一生的情况把你分配到一个最适合你、对你最好的家庭里。系统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最适合我？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系统已经用了几万年，甚至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有了。它会定期更新，确保走在时代的尖端，绝对不会出错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安排得妥妥当当、整整齐齐。哎，不要碰它了，他又醒来，他们一醒来你就麻烦了。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跑。你会不会觉得这里很平静？啊？就是因为有系统、有秩序，才可以得到这个平静。相信我，相信这个系统，只有相信它才能从中获益。OK， 好，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捉错魂魄，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这是立场手续，希望你能配合。哦，你的职业是？老师。婚姻状况？单身。有没有小孩？不想有。为什么？关你什么事？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咪在几年前就过世了。我知道，他的案子是我处理的。他怎么样了？很好啊，他一来到这里很快就进入状况了，手续也办得很快，一下子就被批准了。所以他是去哪里？我都说系统会安排妥当的。是一户好人家吗？何止是好可以形容。那就好。放心，系统也会帮你安排得好好的。所以你认为我会被安排到哪里去？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要看系统。我懂，但是想听听你的看法。如果是我决定的话，一定把你投胎进一个讲英语的家庭。你又来。哎呀，好了，你就给我看了，反正我已经死了。来来来来来，我发誓，看了以后我就去投胎。你看了有什么用？过去是不能改变的。难道你不想让我安心的投胎吗？
真麻烦，现在还要通知上头。昨天晚上一直在想你的那个小品，我有一个很好的 idea。你在那段，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走过来会不会比较好啊？不然这样有点 stagnant 嘞。圆圆，圆圆，哈？做白日梦啊？哦，你刚刚在讲什么？我说你在那段，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走过来会不会比较好？不然这样有点 stagnant。哦、你今天很奇怪嘞，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就我拿回 GP 了。哦，我听说有很多人都考不好，不用太担心。而且老实说，这次的 GP 有点难，连我都觉得难。我拿 U 嘞，而且张老师这次还特别说，一定要每科都及格，要不然校长是不会批准他写的推荐信的。可能校长知道这么多人考不好，会改变想法呢。我班都有人考不及格了，更何况是。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们不是有 redes 咯？几时是 redes？ 下课星期五。还来得及，你跟张老师说用你这次 redes 的成绩。真的、啊？你觉得可以吗？但是 redes 不一定会及格嘞。我帮你，我们每天放学后一起做 practice，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OK， 我们现在先勾出你这次的考卷，看是哪里出了问题。OK。哇，你做这题呀、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年的 paper 里头都会有一题 arts 的题目？我觉得你应该做 arts 的问题。哎，你有在听吗？有，你说做 arts 的题目对吗？嗯，做 arts 对你来讲可能比较容易 manage。你看你做这个 magazines or television programs aim at Singapore's youth have a positive effect discuss， 这是一个自杀题嘞。你有这么多东西要写，首先你要先 address magazines 的部分，然后还有 television programs。Moreover, your subject verbs agreement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俊凯，我们还是排小品吧。小品还可以等，现在重要的是 redes。你刚刚是说从哪里走到哪里才不会太 stagnant 啊？你是不想去台湾了？想啊，所以现在不是在排小品咯。陈圆圆，你可以分清楚你的 priority 吗？还给我。我真的不懂是 redes 重要还是你的小品重要。还我。如果你这次 redes 不及格的话，不要讲台湾，就连进大学都会有问题，你懂吗？我只需要去台湾，其他的不重要。你进了大学还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到时候你要去台湾、中国、美国还是英国都有机会，你可以不要这么死脑筋吗？对，我就是死脑筋，你不会懂的。对，我就是不懂。我知道你有你的梦想，我也有啊，可是梦想归梦想，你还是要考虑自己的 future。 为什么你不可以把目标放远一点？要多远？为什么一定要现在？我怕。怕什么？我怕我变得跟其他人一样，我怕我自己忘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是真的喜欢的话，你是不会忘记的。你知道我妈以前想要当什么吗？裁缝师。但是现在呢？我不要变成那样，我不要。But she got no choice， 她需要照顾你啊。Then why can't I have a choice？ 为什么我一定要跟每个人一样走同一条路？不是怎么知道不行？方便讲一下话吗？老师，拿回考试成绩了，对吗？知道了，所以。校长昨天在会议上刚宣布，所有考试不及格的 J2 都要暂停 CCA，
直到成绩进步为止。那推荐信？不知道，还在等他的回复。老师，如果下个星期我重考的成绩好一点，你觉得他批准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吗？我刚刚跟俊凯讲好了，他会帮我补习，我会努力的。有可能，但是不能保证。老师，我知道我应该为我这次考试成绩负责，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奖学金，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以后不会再烦你了。Please。我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你很想去，但是学校有规定。所以你要我放弃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说无论我们的梦想是什么，你都会支持我们的吗？老师，你有梦想吗？什么？当老师是你的梦想吧？你可以追求你的梦想，为什么我不能？没有这么简单的。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事不是你想要就会有的。所以你是在骗我们的啦。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不是坚持就可以的，放弃才是正确的选择。我不要长大成为像你这样的大人。这是我的 internship， 我会自己去想办法。圆圆， OK， 我再帮你试试跟校长说，但我不能保证。校长，校长，校长有空吗 ？Yes. Are you free now? 10 minutes. I hope you can approve Yuan Yuan's recommendation letter. She failed her GP, isn't it? She will pass her retest. You know the rules. Can we talk?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you let students do whatever they want? Chaos. Besides, she should be focusing on herStudy still her audition. But she needs the Taiwan internship. There are other internships here. Something more useful for uni admission. For once, can you just listen to what the student want? Why do you want to help her so badly? She is my student. You care too much. Maybe you should too. Remember how we got into uni together? How we became teachers together?It has been 10 years. Look where I am now, Yijun. It could have been you too. Dreamers don't last. They will someday realize that. Is there nothing I can do? There is a way, but it's up to you. What is it? Your Chinese drama CCA has been very quiet lately.They need to be more visible. They are doing fine. The school needs to be more visible. I want you to take part in a national Chinese drama competition. We can't do that. That is not our purpose. They need to win at least a silver. We don't do competitions. Most students love recognition for what they do, but you deprive them of that. Don't you think you're being very unfair to them? We don't need the awards to prove our worth. The school needs it. The students need it.And you need it if you want my signature. 我已经退一步了，看你要原则还是要帮他。I know you, Yijun. I even admire you sometimes. But after all these years, after all these sacrifices you've made just for your principles,Aren't you tired? What do you get in the end? Why make life so difficult for yourself? 你不会明白的。Perhaps I'll never understand. You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cares for the students? I care too. I know what helps them the most. To survive in the real world.The deadline for the drama competition is next week.
I need time. We need to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by tomorrow.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You know what it means for the students to get a silver? If they get a silver, they'll be inspired and aim for a gold next time. They'll thank you for it. I hope to see your application on my table tomorrow. We can only support Yunyuan's letter if her parents are agreeable to it. Let them sign a consent form. We'll not be liable if Yunyuan fails her A-levels.圆圆，我们需要你父母的同意，校长才会批准推荐信。哦。Hello？ 哈？哦 ，OK。发生了什么事？周末这样久才回来。你刚刚讲爹地出事了。你看，这个是谁拍的？然后上次跟你爹地吵架那个人咯，没有想到他竟然偷偷拍你的爹地，还把他放上网。爹地嘞？被叫回总公司了，还以为上次被警告就没有事了。哥，你说你爹地会不会被炒掉啊？如果真的被炒掉的话，那怎么办？我们还有这间房子要供，还有你的大学学费要付。不用担心，应该是没有事的。对了，上面那些人在写什么啊？是不是在骂你的爹地？他们没有写什么。你不要骗我了啦，他们明明是在骂你的爹地，还笑他英文不好，就不要出来害人。你怎么会看得懂？我请隔壁的帮忙翻译咯，可是他们翻到一半说写得太难听了，翻不下去。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你的爹地？你爹地只是英文不好，脾气不好，可是他的人不坏啊。咪，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你不要管他们就没有事了。如果不管他们的话，那些不认识你爹地的人真的以为你爹地是那样的人，那怎么办？哥，你帮帮你爹地，你跟他们说他们误会你爹地了啦。我不知道怎么写。你就跟他们说，你的爹地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英文不好，他没有恶意，他不是故意跟那个人吵架的啦。啊，He did not do it on purpose. He is just bad with the language and doesn't have any bad intention. 写好啦。他们在写什么？怎么不写了？我不会写。你刚刚不是写得好好的吗？你就照我刚刚讲的写。如果你不会的话，我跟你讲，你翻译就好啦。读了那么多年书还不会写啊？算了啦，我去找别人帮忙。咪，我等一下帮你写。你不是说你不会写吗？我问我朋友。你不要骗我啊！我现在问。哦，对了，你明天比赛要用的衣服，我等一下就改好了，你要记得收起来啊。哦，谢谢你。考试成绩拿回来了没有？还没有。为什么这次这么久？不知道嘞。你呀，要努力读书，才对得起选你去台湾的老师啊。看什么？没有什么啦。给我看啦。全部都是英文，你看不懂的啦。以后就靠你了。上面写什么？
去台湾的事。他们不让你去啊？不是，只是这次需要你签名同意。不是上了 JC 就不需要家长签名吗？怎么突然间又要？因为这次需要出国吗？哦，那签哪里？这边。咪，做梦，不是这里啊？啊，是这里，是这里。啊，对了，你不用担心去那个台湾用的钱啊，我跟你爹爹算过了，我们身边还有一些钱，应该够你用的。钱你们就自己留住用，我会想办法的。你自己一个人去，带多一点钱比较好，我们赚钱就是要给你用的啊，啊。咪，谢谢你同意让我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呀、啊，就不用一直谢来谢去了。我跟你爹爹呀、啊，就等着你赚大钱，让我们享清福。你看够了吗？你说我妈是投胎到一户好人家是吗？对，是一户。怎么样的家庭？书香世家，父母都是大学教授。那就好，至少他不会为自己没读过书这件事而担心了。我都说系统会安排最好的人生给你吧。好，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剩下最后一个步骤，请你签名同意。同意什么？系统已经把你分配到一个姓李的家庭了，下辈子过得怎么样就看你个人造化了。怎么了？好了，时间不多，快点签。第一束光真的要照进来了。如果不签的话，一定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你不会要去那个鬼地方的？什么鬼地方？快点签！你为什么一直希望我去投胎？你刚才不是答应我的吗？我投胎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是来协助你们维持秩序，哪里有什么好处？啊，你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帮你。如果不签的话，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办法，你想改变就去投胎。我不要再回去了，我够了，累了。不是的，你不可以这样啊！只要你肯投胎，还是有机会当他的女儿，可能吗？只要你肯投胎，什么都有可能。编号20255，如果你真的决定不签的话，你将会被困住，哪里都去不了。圆圆跟你讲了哦，没有，我看到视频，看到圆圆留言才知道的，真的是很丢脸啦。
他被公司罚钱，还有记过，还有被安排他上那个什么情绪管理课。不过这样也好了，他也应该收一收他的脾气了。不过还好没有真的被裁掉，不然的话明年圆圆读大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没有事了，没有事了，没事就好。我在等圆圆。你是来帮圆圆送衣服的吗？是啊，这么大的人还要妈妈帮他送衣服。昨天我已经跟他讲就要收起来了，可是早上一看啊，那个衣服还在那边，刚刚才打电话来叫我帮他送衣服了。可能他最近忙着排练，所以比较健忘一点。老师啊，你就不用替他讲话了，他的白灯我哪里会不知道。圆圆有像你这么支持他的妈妈真的很幸运。没有啦，我是说真的，谢谢你的同意。同意什么？校长批准推荐信了，他可以申请出国实习的奖学金了。他有跟我讲过。我不要再看下去了。他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发生什么事？他有跟我讲过。我不知道。他有跟我讲过。我去找一下。他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了。这个年头，像圆圆这样懂事又有想法的孩子很少见了。老师，你在他面前千万不要这样讲嘞，不然他整个人都飘起来啊。我是说真的，我教这么多年书，很少见到学生会为自己的理想这么努力的。我啊，只希望他年底的考试跟我再努力一点就好了。我相信他一定会的。嗯。哎，对了，你有没有看过他面试的小品？如果没有的话，要不要留下来看？面试？对啊，他去台湾实习需要面试，不过不用担心，我看过他的小品了，蛮不错的，应该可以通过。老师，小品是演戏对吗？面试还要演戏呀？对啊，因为台湾的剧团要看他程度在哪里，才知道他适不适合。虽然一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啦。一年？那大学怎么办？他是跟我说学校派他去半年，然后就回来读大学的。是圆圆跟你说的？是啊，他还说那个实习对他以后读大学找工作有帮助，不然我哪里肯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你不是同意了吗？咪，你来啦。张老师，我跟圆圆谈一谈。去台湾实习，是学校派你去还是你自己要去的啊？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这是什么？你说啊，这是什么？还想骗我啊？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哦，所以你是不小心骗我的。翅膀硬了哦，会飞了，就想离开我跟你爹爹了。如果不是刚好碰到张老师的话，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去台湾不是为了离开你跟爹地，我是怕你们担心，所以才没有讲。怕我们担心？怕我们担心你会决定不读大学？我只是想要试一试。是什么？我跟你爹地辛苦这么多年是为什么？我懂，我也不希望你们这么辛苦供我读大学。你说什么？哦，所以是我们自己屁股痒，是我们自己让自己辛苦。从小到大，你跟爹地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说要我好好读书，我就好好读书。你们说去 JC 比较容易上大学，我就去读 JC。咪，这些都是你跟爹地希望我做的。你以为读大学是为了谁？是为了你。我不要你像我们这样被人家看不起。你看看你爹地，如果他会英文的话，他有读大学的话，他需要开德式吗？他需要受那些人的气吗？你都长到这么大了，为什么你还是不会想？但是读完大学还是可能会被看不起啊。你读大学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不管，你就是给我读大学啦。你，我不会让你去的。求求你，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你就等读完大学才去。但是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就这么决定了？为什么你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因为我是你妈。但是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你要的是不实际的，那只是一个梦。那又怎样？你以后一定会谢谢妈妈今天做的决定，啊？为什么你们大人都一样，都觉得我不可以自己做决定？
如果长大以后要变成那样，我宁愿永远不要长大。下辈子你去做别人的女儿，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现在，第一束光真的要照进来了。照进来就没有得回头，重新再来至少能改变什么，不是吗？不是怎么知道不行？我又不是没有试过，可是试了又怎么样？也不能改变什么。你会有这辈子的经验来引导你下辈子要做什么？我这一辈子不也是有上一辈子的经验吗？重新再来，你能弥补你这一生的遗憾，还可以追求你的梦想。这个系统容不下我的梦。那你就去改变这系统。就凭我一个人？编号202525，我知道你这辈子受委屈了，但是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不是逃避，我是选择离开这个系统。你知道这个选择代表什么吗？编号202525，困在生与死之间，不能前进，不能回头。不是在吓唬你，但那真的是一个鬼地方，不如我们都避免去。到时你后悔了，也不能反悔。就算后悔，那也是我的选择。圆圆，你是一个好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被困在那荒芜的鬼地方，那不是解脱。是一种折磨。对我来说，回去才是一种折磨，谢先生。我不记得我怎么死的，但是我记得我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在改我学生的文章，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文笔好，有深度，有内容。可是他的作文，我的理想竟然是……我很想为他的勇气加油，但是身为一个过来人，我不能，我不忍心误导他。你可能觉得你的鬼地方很可怕，但是我的鬼地方更可怕。
好像真的要照进来了。姐，我们想借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几句话。我们5分钟之后会有一个延后交谈会，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能够留下来陪我们聊天，要不然没有关系。可是，在离场之前，能够跟前台工作人员索取那个意见表。你们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了你们的意见，我们才能制作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还有呢，我们也非常我们就 design 了。非常精致的帆布包，这是我们的 ASM 也是他 design 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然后让我们继续创作。然后当然呢，我们这次制作呢，要谢谢很多人，哎，拿一下小抄，谢谢一些单位，我有。OK， 首先是国家艺术理事会 NAC。全国青年理事会 NYC， 还有年轻变革者 YCM， 当然还有滨海艺术中心和新华具体给我们的支持。但此外呢，整个节的制作过程可以走到今天，我们需要谢谢非常多的人，它包括了我们的导师们，然后一路上给予我们支持的人，给予我们爱的人，还有一些江湖救急的人，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家人和朋友。然后，这一些呢，在我们整个制作的过程中，真的有推动着我们一直走到今天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由衷的表达真心的感谢。然后，最后还要谢谢你，我们做到了，谢谢大家。